款没有分尺寸， M 加小帮手或是 M 小帮手全部的弹力都可以再拉，所以你不用担心，弹性极度好到翻掉。这一次肩带可以调整，然后我们是做铁扣，所以洗涤的时候也比较不会坏掉。这个呢是我们就是直接拉开 SML 菜楼都可以穿，里面呢是长这样子的，然后我们会附上一体成型的八字杯，所以呢你不会上下左右随便乱跑。尤其是这一条织带是做棉质的，所以你去跑步去运动去睡眠大量的流汗它都不会刺也不会痒。我们的透气孔一样是弹力的，完全扯也扯不破。另外呢要取罩杯放罩杯，整只手可以进去，一样非常的方便。我们家的白色也不太透罩杯痕，这非常非常的重要。你看它这是果冻端，这一件呢、啊、我再给大家近看一下，是螺纹的面料，这个粉就是所有的肤色都可以穿。还有这个定位点啊 S 号 M 号 L 号都不会不舒服，因为我们是用棉织带，黑色自然有一种修身显瘦微辣的感觉。长度的话真的觉得很友善，你想要露一点就露一点，不想露中高腰的裤子通通都可以。